耶稣啊，感谢你，又是一天新的起头。愿神今日的意象管制支配，并指引我们一生的年日。在周末的时候，求你特别来与圣徒们同在，来加强，来坚固，叫我们在信念教功课的事上不摇动。特别是今天晚上的聚会，因为我们一周有这样的身体的季节，叫我们在活力成前信念上被坚固，一直走到路中。大家早安，在实会所一同扛抬衣柜的弟兄姊妹，一同征战的主里的弟兄们，大家早安。今天早晨都是大家有空时间方便的话，我们7点钟一同到会所来祷告。